恩琪的车。可是九点才开始，然后我们八点五分就在这边等，要等55分钟，现在不知道干嘛，然后又有点热。小艾灸，我们刚健健，然后我173.9，他168.5。他的是蔬菜起司松饼，我的是不是松饼，我讲松饼，蔬菜起司蛋饼，我是起司蛋饼，他的是什么？培根蛋饼，没有起司，热狗蛋饼，还有两杯红豆，红茶豆浆。我今天穿卡哈尔特的衣服，然后下半身失踪，下半身失踪，鞋子是 Converse 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做测验，赖氏人格测验。谢谢恩琪赞助，恩琪姐姐最棒了。那个我们刚刚体温量测合格，对，正常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那个贴在这边，因为大家都这样，对，大家都这样，比较特别是鼻子，没有没有，一般都贴脸而已。我看一下你的脸有没有红，你是不是超过37度？全家领我们的 Food Panda， 这是 Uber Eats， Uber 来了，耶！195块，4碗，谢谢你，辛苦了，谢谢，是综合冰，对呀，而且很便宜，超便宜，45块，五种料，芋头。白木耳、仙草，还有什么、忘记了。找一个滤镜找很久。超级好吃。
这个是黑胡椒猪柳焗面，这个是熏鸡咖喱焗面，对，我们要吃吃看好不好吃。就是一个我不敢吃红萝卜夹给你。好吃吗？我目前吃了一块肉，还算 OK。还不错。三二一，开始！说到你了。好，好，说不下去了。要 tag 你们吗？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每次都一个人拍，全部转发。哎呦，我看蔓越莓，蔓越莓还不错。你的点蔓越莓哦。酸酸的。现在是晚上的7:05，我现在呢要去吃泡面，我最喜欢吃干的泡面。那这就是我的晚餐。那盘都没画过，没有。早安大家，今天是9月17号，大家都在我的宿舍，现在要给我猜笑声，他们要学一样的笑声，然后给我猜。现在状况是，他们现在在厕所里面笑，他们都在厕所里面笑。好，我现在要开始来猜他们的笑声，开始。好，我背对你们了。第一位选手，来，第二位选手，第三位选手，第四位选手，弃权。我们现在要去看社团嘉年华，耶！有很多气球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我也想拍。早餐，燕麦跟芋饭团，只要你
想读的科目没有读过的，那也不一定就要读我们系上的科目，你能力 有很大的能力，那只是呢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学联考在那边，然后呢你可能考上非你所爱，那这个没关系，你可以，我们学校所有的科系所有的科目都欢迎你们去修。现在要去吃自助餐，我车来着，大家刚上完中文课，原本要上3个小时，结果50分就放人了。我现在要来吃中午剩下的便当。噔噔，好香。大家今天是9月15号，我是服务股长，所以我每一堂课都要最早到然后最晚走。刚刚是上会计课，又提早下课了，因为今天是第一堂课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来收器材，教室都没人了，我现在要来关冷气、关电灯跟收器材。现在呢是10:28，我现在要去领机车，我机车终于记下来了，太棒了，不用记生同学了。走吧，走。恩琪的车啊，简小姐，你开一下，因为我包什么车？好好好好。阿的什么车 ？OK。好，恩琪现在要拆车了。哦，恩琪，你有想念他吗？超想的，你想我吗？超想我。因为他早上就买全家的鸡胸肉。啊，没有，好吃哎，全家。那我们可以先吃没有？那你等下可以带去吃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全部人都买发带，可是他们都把我拆下来了，他们都拆下来了。走上去，哎、欸，走！我现在要去吃午餐了。今天我骑自己的车，应该在学校附近吃一吃，因为我们下午还有电脑概论的课要上。现在来吃华一卤味，听学姐说有很多菜可以加，而且一样才15块，很便宜。我们要来吃菜了。谢谢，超大碗，才多少钱？公布答案，公布答案，这一碗只要55元，有菜哦，有肉哦，有豆腐哦，还有水晶饺，还有面，55元，太棒了。头发是这样，对，没错，很精致。超好吃，而且超饱，大家都吃得超饱。超饱，超腿，还有超热，超热，超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到电脑教室了，现在要上电脑概论。没对到。对，没有对焦。
这个是约克奶茶豆花，这个是宇治金石豆花，这个是小瑞。我现在回来了，准备回宿舍。